这个护卫队集合完毕，正在锁定目标。快点，这个护卫队马上给我调出来！涛，头，动车侠还在伏击城全力抢修，拖住敌人，等待动车侠前来支援。只是他怎么会来这儿？根据星空的数据分析，掠夺正在研发大型武器，而这里遍地都是材料，绝不能让防火墙进入港口。线路损坏严重，修复还需要时间。有我这个极限大师在，保证很快修复。地球支援长时间爆破，浓缩到一定密度会发生爆炸。老家伙，你别吓唬我们！我是危言耸听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修复线路。同志，你和大福立刻动身，前往地上世界阻止爆火墙。能松手？ 我一个人去，执行命令。报告长官，疏散工作很顺利。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？快去换回！趁机集中火力。 动车侠是动车侠，太好了，动车侠来了，动车侠来了，你太累了，去休息吧。我们是全力配合动车侠，守护和平，动车侠，动车侠，我们的英雄来了，你往来多管闲事。 防火墙交给我们了，动车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萧云，动力线路修好了吗？好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我的油要空了，老家伙，你这是白喝那么多柴油了，我顶不住了。 我们来了！报告长官，伏击城的居民已全部进入地下避难。好，人多力量大，我们一起创造奇迹。好。
等等，红剑，完蛋了！总裁这个粘人的招数，别太心浮气躁，抛弃杂念，用智慧打败他。再强的防御也会有弱点。动车侠，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明白。要是地球之源涌出来，一定会发生爆炸。豁出去了！可怕了！防火墙的防御力和力量瞬间暴增了300倍。动车侠，你们这是在找死！防火墙，再让他们长长见识！找到了！防火墙在吸收的时候，打雷指数最低。等等，红豆，只要有勇气和决心，就能获胜。剑蝎拳的存在，一定会来夺取的。地球之源不仅维持着地球的正常运转，还以超微粒子的形式存在于各种能源中。后来受地球之源影响和磁场感应，孕育出了我们动车人。啊！真是难以置信。现在地球之源从剑蝎拳喷出，由动车人守护分配，而我身为资源长，为了地球呕心沥血，熬白了胡须，该说掠夺了。我知道你这样太没礼貌，是你高兴。对，掠夺发现了剑蝎拳，
也就是说，间歇泉所在的位置就是地球之源的核心。如果间歇泉遭到破坏，地球也……据我们分析，掠夺正在研发一个大型武器，目的显而易见了。看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会议先到这儿吧，大家各自准备。嗯。常规陨石活动，没有其他异常情况。跳跳，动车侠有什么发现吗？抢夺太空物资的邪恶机甲这两天突然销声匿迹了。动车侠还在继续追查。阴魂不散的动车侠，马上启动测算计划，引开他们。是。无忌，有情况。芳芳，跟我走，替他人待命。等等，为什么是我们待命？瞧不起老人家的？没听说过老儿民间的古话吗？老古董，发脾气容易让油耗升高。放平心态吧，我们要给年轻人做好表率。伏击者的历史上，奋勇迎战就是表率。等着我们凯旋吧。瞧，多美的伏击城啊。你又有什么鬼主意了？知我者，老古董也。你想想，不参加任务怎么能成为大家仰慕的英雄？英雄，呵呵，我喜欢。哦，原来是无人机。掠夺又要搞什么？不会又盯上了太空轨道的材料吧？机甲如何？正在测算重力的稳定性，必须谨慎。要塞计划必须万无一失才能启动。要塞计划是什么？不必多问。防火墙呢？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加快速度。长官，臭小子，长本事了，敢偷袭我们。大家小心。内外压差巨大，小心被卷入宇宙中。快启用磁约束装置。没想到人类的安全设施这么完备。内外压趋于平衡了。分头包围，各个击破，一个都别让他们逃掉。太极棍在那儿，快动手。瞧好吧，铁拳重炮。副后面，红剑，小心斜刺！赤武一棍，开枪！怎么回事？什么长官呢？宇宙中稍微施加力的作用就可以前进。红剑，大副，快用飞行器。糟糕，西部那老家伙该不会是遇血了吧？可恶，火轮被击中不灵了。我的监督员飞行器不见了。大家别急，我已经派出了宇宙飞船。宇宙飞船就靠你了。该让你们试试我的成果了。失重问题还未解决。太慢了，我已经等不及看到动车侠请假的表情了。我们正在火速前
不好了，前方发现宇宙黑洞。什么？被宇宙黑洞吸入前还能坚持多长时间？最多十分钟。啊，来不及了。下坠目标，城阳的居民区。啊！西伯长官，快跳上来！那城阳怎么办？哈哈哈哈！看来今天我注定要成为英雄。你臭小子，就知道用蛮力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骗了大家。我早就打破了地下世界的铁则，去地上搜集零件改装自己，还是你们改装的我最时髦，谢谢你们。地球之源，难受啊！地球之源是动车人的命，不许丢下我！